宝地利家的威化堪称威化中的天花板，姐妹们，咱这个是纯原装进口的，马上要过年了，他就给咱们出了这种特别高档的小礼盒装，这一个盒里边有两罐，一共是四个口味，我强烈推荐这两个口味，一个是巧克力的，一个是芝士的，咱们在线下买那种一小包，你在超市里边都要卖你好几块钱，咱们这个两大罐才不到40块钱，姐妹们，就这个价格，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很划算的，我真的不相信还有姐妹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这个威化，尤其是这个芝士口味的，是他们家的经典口味，他们家这个芝士味的都是甄选的进口芝士做原料的，它吃起来就是那种芝士味很浓郁很浓郁，入口的口感就是特别的清新，里面都是这样的，像咱们平时吃不完就这样给它一盖就可以了，很方便保存，而且这个你送人谁也想象不到它还不到40块钱，平常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一桶的话差不多都要30-40块钱了，这个巧克力的吃起来是那种巧克力那种醇香的味道，不甜不腻，就这个小威化无论是大人孩子都爱吃，一定要拍这个芝士的跟巧克力的这个组合，这两个味道我怒推啊！就这个奶酪芝士的咸香咸香的，这个味道绝了，这个味儿是他们家卖的最火的，就这种给咱做成了这种很小的小块，给孩子吃什么的也特别方便，就这个芝士味的在我心里绝对排第一，绝了，新的一年让我们吃芝士长芝士吧。